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姐妹，圣诞点灯的仪式充满感动与热情的，耶稣基督的诞生带来光与爱，照亮这个世界。拔草点灯的只是一个仪式，它更点燃了每个人的心灯。东方贤士循着天生一颗闪耀的星星，指引来朝拜降生成人的圣殿，因此后人就将那颗星装饰在圣诞树顶端。马槽点灯曾象征耶稣诞生的喜悦的分享给世人。让我们透过这个点灯走到耶稣面前祈祷并接受祝福，点醒我们在光明中行走，表达我们回应天主的爱，努力成为世界的光与地上的盐。我们将充满光祝福分享，让我们满地争相温暖的行走。我们现在我们开始仪式。天父及子及圣神赐名，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姐妹前三个礼拜我们的经典的希望等待跟悔改及喜乐的蜡烛我们现在在马槽里面，我们点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们请主席先来点这个第四根蜡烛，是光明的蜡烛，表达出来耶稣已经诞生在我们中间的。今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显示的他的慈爱与人性，不是由于我们的义行，而是出自他的爱心。甚至我们向天主恳切的祈祷，请为我们的国家祈祷，求主恩师执政者仁爱和智慧，努力为了社会的安定与人民的幸福，谋求国家的平安。我们同声祈祷，我们为教会的圣道的祈祷，请求赐给受到愿意慷慨的心来体验到天主造就的圣道。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怜我们。请为民族的羔羊祈祷，求主特别降福他们，赐给他们需要的恩宠，在好牧人的引导之下，重新还回基督的仰仗。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怜我们。请为我们的家庭祈祷，愿降福人生的降生神恩的救世主耶稣带给我们的希望，喜欢我们的家庭得享慈悲与融合。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怜我们。上主，现在我们现在在你面前在我们就邀请主席前来点着我们的降临期的第四根蜡烛，光明的蜡烛，表达出来你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愿这个光带给照亮我们的心，也愿这个光带亮我们的这个地方的心，希望我们这个团体的心。我们借着点灯，我们也要学习借着耶稣的灯光照我们，使我们每个人在耶稣的光行走，也是借着耶稣用他的光的爱照亮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充满的爱念我们过好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用我们在这个耶稣的天下，耶稣光明的灯，我们走进正堂，我们参与一下，我们迎接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现在我们平安，我们进入圣堂。